大家好，我是一球。这一期的节目应该是周一，英国时间的7月26号，促销25K 和35K 出了一个新的 FTTE 的投票，扎哈和西索科。再来是英超的 FTTE 的球员挑选，是一个四选一，成本大概16万左右吧，需要一套87+55的化学。池子一共有41张卡，基本上一半的卡都可以回本，以当时的市场价来说，所以还是可以做的。再来就是转会到大巴黎的哈基米的这个 SBC，数值拉到了94，需要现金一套85。成本10万吧，双四星啊，181的身高，高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偏瘦，速度也给加满了，总的来说数据也是可以的。评测里说他可以打右边卫，打右中场，但是最合适的位置还是右边的翼位或者边后卫，性价比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合适的。但是这张卡不是说非常版本的那种卡，但是在这个环境下也可以用。最后是投票日的 SBC 和以往都是一样的，78总评价，45的化学，奖励可交易的金卡全员包，12个球员，6张闪卡。就是以上，谢谢观看。